要想当上皇后，光有宠爱还不够，前朝后宫缺一不可。这么复杂？皇上无子，若是皇上，所以王爷可以好好考虑。父亲难道不想再进一层楼？而今挡在女儿面前的，就一个柳皇贵妃而已。若穆家出一个皇后，怎么回事？是阵法。阵法？一个扶摇大阵，怎么暴露了？不过这玩意儿，我还没化成形的时候就已经变成了。当初对他有用？大概他们觉得有用。就这点本事也想收了小爷？哎，你做啥？杀了他，不然我是妖这个身份估计人尽皆知。等等，让我来。瑟瑟的手该拈花而非燃情。对方绝不是普通的小妖，小人命大，躲过一劫，娘娘饶命。那你看来谁能除他？我们用上了最厉害的阵法，也被轻松的破解，当今世上怕是无人能除。是吗？